感谢干爹 Shopee 鼎力赞助，让本节目可以撑得住，哈哈。什么来我都可以拍，哇，这个很难哎，超紧张。恭喜你获得的业配内容是，你看你是不是乌鸦嘴？不可以讲讲坏话。你啦。好了。我看到你们的剧本写得非常好，但是写得好未必演得好，像你们会不会演得很烂？因为倒反了是吧？当然不会，这个就是我们女孩子出门东西不可以有的、啊。错，你应该讲当然不会有我们在，你这个就不行了、啊，你这个就不行了。我问你们，你们觉得你们这次的业配内容难吗？因为我听讲裴勇的很难哦。配用组他们拿到的是纸尿片，哎，这样子我们组会拿到什么东西，就也是蛮紧张。之前我做的 YouTube 的业配，我会花一段时间来去想说那个业配是什么，我才做那个 storyline 给这个业配。但是现在哦，嘿，超紧张，因为我做的是穿搭嘞，如果是那种生活用品哦，就应该是再见再见再见。制作人应该会很好，难容易难容易，一定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会容易的，可是太容易又不符合我们的气质，我们就是要难的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啦，这样我是有点紧张。我的剧本都本来就是搞怪嘛，所以越搞怪的东西进来哦，就是越适合，什么来我都可以拍。谢谢。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天都看到的广告十次以上，看起来是太了。我有点紧张，你看到我傻。这个很难哎，真的哎。我觉得裴勇的比较难，我们比较容易。你看你是不是乌鸦嘴？不可以讲讲坏话。你啦，不是我乌鸦嘴，你不是乌鸦嘴吗？周末是我。你先讲裴勇，又不是我。啊、你讲，你看回去。我们不要看了，我们不要看了。恭喜你获得的业配内容是奶粉。奶粉 ，Hello， 我是要怎样边喝奶边穿搭？要怎样跟他的观众讲要喝奶粉喝到像他这样？他们应该这样子没有什么信心，他要有自信。所以喝奶粉可以有自信，这样不错。我这个影片的话呢，主要还是想要表达穿搭还有自信。毛毛本身刚刚一开始拍摄的时候有点紧张，是，所以他会卡词啊。太多制作组了，我好压力。你不一定要跟稿念，你有稿子是一个概括，所以你的脑里面转另外一个字，你就讲出来就好，只要演到好就可以了。他唱歌的表情比较多，比起他刚才讲话的话，讲话很尴尬一下。就来一点补养，来。我是第一次上节目，太多相机对着我，很紧张，我的脑袋一片空。一个麦克，如果另外手是一个，我刚怎么讲？一个麦克，一个。他在镜头前面有时候比较没有自信。今天呢？今天我要做一个挑战。今天我要做一个挑战。错。挑战。看你拼音的重要性。在座的歌手抱歉啊，我 NG 很多次。这个比赛虽然有很多人帮忙拍，不过其实参赛者、制作人还有我们，其实就是有去讨论啊什么的。所以他来讲呢，我们就坐着看他编。这个 M 发过 A bus 呢，能提供你智能与情感的宝宝。好难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做这个影片呢？其实是因为大家都说 YouTuber 就是拍 prank 才会红，这样子我就直接拿这个题材。伍佰说过，你不红，我不红，我们不是王力宏。要拍什么？基本上 Jeff and Jia 他们都没有什么去很拘束我们要怎样拍，让我们自己拍自己爽。你们是不是百万订阅啊？演不下，演不下，演不下。你有信心吗？今天的东西，其实我还是不太。真正在我面前的话，真的是你会感觉到很恐怖啊！我就是想要以挑战的方式来带出我的性格。等一下，你抓大只，他是怕蜥蜴的人，需要去克服。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是不错的。哇哇哇哇！其实我觉得蛮顺利的，因为有幕后推手两位要帮我，还有懂我非常害怕，他又一直故意弄我。这样抓住。放在手上，局长进去。你讲容易好吗？向观众看下一步好看。在网络上这一块，个人特质太重要，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在上传影片，你不够特殊啊，很快就被取代掉了。可是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容都有自己的独特，太有趣的人都在这组了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很期待。是。